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亮丽的小星星。听好多人说跷跷板是无敌的敌人，无论怎么打都打不到你。我不信，今天我就要一探究竟。我们先传送到黑帮，先把门口两个人给引过来，然后跑到里面去，因为人多就越好。然后守住要快马上传到公园，然后坐上去，你们了，可等死老娘了。第一个跑得还挺快的，哇，是真的，都打到自己的队友了，打不到气不气？Kiss me in the light of sunset.